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请掀开圣学根之根第一册《三字经》，我们从第38页的第二行开始看起。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上一节课啊，我们学习到这句经文：高曾祖所代表的就是高祖、曾祖、祖父这三代，然后就是父亲，啊，父而身。父是父亲，身是我们自己本身。身而子，子而孙，从我们自己往下。下一代是儿子、孙子、曾孙、玄孙，所以从高祖一直到玄孙，这一共呢是九代的亲族，这是九族。下一句，次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这是包含我们自身以上的这上四代和下四代，这是我们的直系的血亲。那么换句话来说啊，它和我们自己本身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乃九族，人之伦。这是我们家族当中长幼尊卑一个基本的伦常的关系。那么上一节课我们也提到啊，因为古人非常重视祭祀，所以在祭祀当中呢，对于家族祖先的这个顺序啊，都是非常讲求的。从高祖一直到玄孙这九世，在一个家族当中的伦常秩序是不能够紊乱的。所以从高祖开始，这个高就是最上啊，祖父的祖先。那么高祖以下，这些亲人都是同族的家人，啊，同族共祖啊，他们就是属于五福以内的亲属，这个关系就是比较密切的了。曾是层叠而上，啊，他是父亲的祖父，
叫做曾祖。祖父又称大父、王父，是父亲的父亲。好，身就是我们自身啊，由我们自身再到儿子，从儿子再到孙子。那么这个孙呢，是代表统系的相传，有续而不绝的意思。孙子的儿子叫做曾孙，曾孙的儿子叫做玄孙，所以这个九世九族就是从高祖到玄孙，这九世这个当中的亲眷的关系，这叫做九族。乃九族人之伦，这个九族是人之大伦，这个伦就是辈分的意思。在九族当中，这个血缘关系有亲有疏，而彼此之间辈分的高低也是 有高有低的。好，所以这个九族就是人之伦，是指的人与人之间它的一种辈分的关系，一种亲疏远近的关系。而关于九族，在古时候啊，它的说法也是不同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这个九族是指的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等等。但在这些说法当中啊，流传最为广泛的，也就是说大众呢广为接受的一种解释方法，还是三字经的经文中所说的，从高曾祖一直到至玄曾，这个是九族的说法，以这个流传最为广泛，也最为大众所接受，就是从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己身、儿子、孙子、曾孙、玄孙，这九世，这种说法呢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而九族之亲，我们从家谱来看，或者是说看到历史上有一些世系图表啊，从这些方面来看，后世子孙虽多，可是祖先却是同出一源的。从家族这种九族之间的关系当中，最可以让人体会到一个家庭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一体不二的关系。那么正是因为如此啊，所以我们家庭的成员之间彼此就更应当能要能够和睦相处，能相亲相爱，这样呢这个家庭才能够做到家和万事兴，才能够代代相传而不衰啊。这种家风家道的承传，在古时候的大家庭当中，有800年不衰的家庭，有13世同居的家庭，有9世同居的家庭。那么我们说啊，这种大家族的制度呢，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呢，是留下了一个浓墨重彩的篇章，可
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这种传统美德，好，这种熠熠生辉的历史文化，这在大家庭当中呢，体现的非常淋漓尽致。而有许多外国人也特别好奇，为什么中国人在这种大家庭当中能够如此和睦的相处，这确实呢，是令人非常赞叹的。那我们在历史上呢，也都有听说过啊，这些大家庭的故事啊，都非常感人。比如说在唐朝的时候，张公义的这个家族是九代同居啊，九代人都是同住在一起，没有分家。那么这个张氏家族的这种和睦相处的家风家道呢，也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当时唐高宗就曾经把这个家庭主事的这位张公义呀，把他招来询问，为什么你们的家庭九代人可以这样和睦的相处，家族成员的相处之道啊，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吗？那么张公义呢，他很有智慧，没有直接回答，他呢就请求啊，给他拿一点纸和笔。他就提起笔啊，在这个纸上写了100多个忍字，忍耐的忍，然后再送给皇帝。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家庭的成员要能够和睦相处，这个礼让忍让谦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而按照张公义他的说法呢，一个大家庭当中啊，宗族间啊，亲戚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和睦的现象呢？这个其实啊，跟一个人他怎么来治家，来管理这个家庭是很有关系的。比如说尊长在分这些衣食啊物品的时候，古时候的大家庭啊，他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啊，他们所赚的钱啊，都是归整个家族统一来管理啊，甚至于呢，连妇人女子织的布啊，这些手工的活啊，他也没有觉得我做完了这个是我们家的，还是私有的，那个才是你们家的财产，没有这个观念的哈。大家都是利和同均，所有的钱财物资啊，都是由大家庭来统一管理。所以在分配这些物资的时候啊，作为大家长，要做到公平起见呢，非常的重要。包括呢，在家庭当中，像这些长幼尊卑的礼节，也都要把它做到很到位啊。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啊，你比如说啊，财产物品啊，平常分配不均匀啊，厚此薄彼，或者是说有些礼节上做得不够周到，不够完备，那么就很容易引起家族亲人之间的争端，引起大家心里会有不平，会有抱怨，这就很容易在家庭当中产生种种的矛盾和冲突。而难能可贵的是呢，张公义他的治家之道啊，这不但是家族管理的好啊，我们可以想象也是这个家庭子弟的教育抓得好，从小啊就
让大家在相处的时候彼此都能够忍让，能够忍耐。这样呢，有了这个忍字当头啊，当然呢，这个家庭就很容易能够和睦相处了。所以李文庚先生才特别谈到啊，一忍则无事，况相效于忍，有不和顺者乎？啊，有些事忍忍就过去的哈、啊，于情于理于法，你在家里，你说争个什么呀？啊，争个你长我短的，啊、没有这个必要。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要重视彼此之间的情分啊，不要太在乎这些利害的得失。啊，所以有些事情忍一下、让一下也就没事了。啊，更何况整个家族的人，他都能够效法这种忍让、礼让、谦让的家风，所以呢，这个家庭啊，才能够九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都这么和睦。那么别说是忍了，这种家风，包括这种社会风气啊，连动物都能够受到感化。像我们之前啊，有学到《三字经》的经文，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在传统的家庭当中啊，一个家里不仅仅是有人在这里居住啊，很多家呢都会养鸡养鸭养狗啊，甚至养牛养马，还有很多动物啊。而在古时候，这种大家庭的和睦的家风啊，有的时候呢连这些小动物都会受到熏染，受到感化。比如说在宋朝时期陈访的这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陈氏家族非常的难得，为什么呢？他们有13代人都是生活在一起而没有分家的。好，一直到现在啊，我们还能够遇到有的这些长辈，就是这个一门陈氏这个家族的后代啊，这个家族非常的兴旺，宋朝的时候就已经13代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们的祖父叫陈崇，啊，从陈崇开始呢，子子孙孙一代一代啊都是共同居住的。那么到了后来啊，家里的这些老少长幼加起来就有700多个人呢、啊。这700多个人如何能够和睦相处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大学问哦。在陈氏家族里面呢，他们人虽然多，但是啊，并没有去雇用这些佣人、这些仆人来打理家务。那换句话说啊，家里的这些家务都是由陈氏家族的子孙自己来承担的。啊，这个跟曾国藩的家风很相像。啊，你看曾氏家族，他们虽然是高官显贵的家庭，但是呢，家里的子弟都要亲自做这些家务事，啊，干这些家务活，而不能够把这些工作都委任给这些仆人来做。啊，这是大家族的长辈啊，都很有远见，啊，唯恐呢，子弟因为富贵的关系，最后啊，忘了本，忘了这种勤俭持家、以俭养德的根本啊，所以孩子从小啊都是要习劳的。而这个陈氏家族也是如此啊，他们700多人啊，没有雇佣一个佣人，而且呢，上上下下这些亲人们之间啊，在相处的时候，从来不会说一些啊不应该说的话。在言语上面很谨慎。一个家庭里面，特别是女人多了哈，如果女人还没受到很好的这种教育，那么很容易讲一些挑拨离间的话啊，在家庭之间造成兄弟之间的矛盾，亲人之间的是非
啊，但这个在陈氏家族里面啊，从来都没有。而陈氏家族他们吃饭的时候啊，这个情况更是壮观啊！你们想，就是我们大家想想看，700多人在一起吃饭，啊，每天一日三餐。那么吃的时候，他们也是按照长幼尊卑的次序坐好。这个大人呢坐在一起，啊，坐在厅堂里。那么有一些小朋友，他就坐在另外的席次上，啊，这是长幼有序，就落实得非常好。这种家风也感动了这些小动物们。那我们知道古时候的这个家庭啊，当然现在很多人到农村里面也能看到，啊，一般家里都会养那个看家的狗。看家的狗啊，犬守夜，鸡司晨。所以这个大家族当中呢，养的狗啊，700多个人啊，养的狗就有100多条。而这些狗啊，平常它吃饭的时候也都是非常和睦，非常有秩序的。它们同在一个狗槽子里面啊吃饭，而且非常守规矩啊，守规矩到什么程度？这100多条狗啊，都必须全部到齐之后才开始吃饭。如果说有哪一只狗没到呢，那所有的狗都一起等它，等它来了之后啊在一起吃。啊，这个我们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像神话故事一样啊，其实我们说人是教得好的，其实这些小动物也是很好教的。啊，这是在现代发生的真实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看到有几只，这是应该是国外的人养的狗。那么主人呢，因为他有宗教信仰，所以主人每次吃饭之前都要祈祷。他祈祷的时候啊，就带着这些狗一起祈祷。那所有的狗都非常乖，全都祈祷完了之后才开始吃饭。而且吃饭的时候啊，他们的这个位置都摆得整整齐齐的，每只狗前面都有一个碗，然后祈祷完了之后呢，这些小狗就一起吃饭。等吃完了，这个狗还要负责呢把它吃过的这个碗啊，要送到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把它堆起来。好，那么有的狗比较小啊，那么大一点的狗就会帮它把这个碗把它收好。所以这个狗是教得好的啊。所以陈氏家族啊，在这种和睦相处的这种家风家范呢，很快的就感动了他们的邻里乡党的人们，很多邻居呢都很受到感动。于是呢，那个时候的地方官也姓他地方官呢是姓张。这个州里的地方官啊，张姓的地方官一听到说这个他所治理的这个地方有了这么一个一门陈氏的家庭，是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好榜样，所以啊也把这件事奏报给朝廷。那么朝廷也很感动，后来就把这个陈氏家族的徭役啊都给减免了。好，这就是陈访白犬，这一犬不至，群犬不食，也就是说这个家庭彼此和睦相处的这个状况呢，也感动了动物。所以说家和万事兴，确实我们今天学到这句经文，我们看从高曾祖父而生，一直到自子孙至玄曾，这九族之内的这种亲属关系呢，确实是人伦当中呢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我们在宗族之间呢，就要学会彼此的互相关怀，互相帮助，和睦的去相处，这个家庭呢才能够真正的和谐。那么我记得在我奶奶父亲这一代的人呢，在这个方面就做得特别好，非常有人情味啊。因为像我们小时候的这个大家庭啊，也是100多人，这种祖先
十几代前的祖先到现在都是生活在同一个村落里面。这个左邻右舍啊，全都是姓徐的人家。所以从小啊，我们家庭的这种家风、家庭的风气就形成了宗族当中呢一种团结互助的精神。比如说呢，像我有的姑姑，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到国外去居住啊，到国外去生活。但是呢，她在国外遇到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的时候，家族里面的这个亲戚啊都会去帮助她，帮助她渡过难关。那么一直到现在啊，比如说像奶奶在世的时候呢，整个家族上上下下就会一起来照顾老人。那么等奶奶走了之后啊，像我父亲呢也都还会继续的照顾他的姐姐，照顾我这些姑姑们。所以在这种家庭的氛围当中长大，因为从小啊都是在同一个祠堂里面祭拜祖先，而且呢在四五十年前的台湾的乡下，这种社会风气还是特别好。其实我想这个也得力于孔老夫子的教化啊。你看，我们家乡是在彰化这一带啊。那么彰化跟台南一样，都有非常古老的这个孔庙。在康雍乾时代的这个帝王啊，都还有颁赐这些牌匾到这个孔庙当中来。所以因为有了圣贤人的教化，所以呢这种人伦的秩序、家族的亲情就显得更加的醇厚啊。从小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家族，都是在同一个祖先牌位面前在祭拜。那么通过这些方式呢，确实让一个家族之间啊，彼此之间团结和睦的关系就得到了加强，得到了凝聚。祭祖啊，确实是我们中国人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美德。所以在一个社会当中，其实这个教育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社会上呢能够崇尚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的教育，那么这个社会呢就会非常安定而有序。我们看儒释道的圣贤之人都非常重视这个教育。像佛教来说，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佛，您看他老人家当年，是住世49年都是教学没有中断的。就像我们中国古人说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像孔老夫子一生，他老人家也是从事教育的工作。那么他是一位让人无比尊敬的好老师，被尊为万世师表，世世代代老师都以孔老夫子为德范，为榜样跟模范。所以世出世间一切法呢，都是教学为先，要把教学能够摆在第一位啊，这个对于化解社会的问题，甚至于平息各种天灾人祸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当这个社会上有了很好的圣贤教育的教化，人心都交好了，社会风气都非常的醇厚，人心都很善良，那么当然呢，这个社会一定会安定和谐的。那么如果把教学疏忽了，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甚至于感得天灾人祸的降临。那如何能够解决呢？师父上人也是常常强调，还是要听老人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一定要通过教学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这就是古德所说的，子不教人心坏了，人不学社会乱了。那么学什么呢？所学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圣学根之根当中的儒释道的经典，这个呢就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重要的内容，最重要的基础。因此
如果人人都能够学习和效法圣贤之人，这个社会它一定是长治久安，一定不会混乱的。反过来啊，假如我们对自己的祖先，我们对圣贤人都失去了信心的话，特别是现代，很多人都觉得科学是万能的，认为这些圣贤的教育是落伍的，这种思想其实非常不可取啊。老是自以为是啊，觉得这个现代人聪明啊，觉得圣贤的教诲跟不上时代了。当这种思想产生的时候，它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啊？我们在近代以来啊，这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就能看到啊，确实会给社会带来动乱啊，甚至产生各种各样的灾难。所以《左传》当中说，人气长则妖兴啊，这个长是什么呀？这个长就是伦常之道啊。当一个人放弃了伦常之道，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做人的底线就没有了啊。做人的底线没有了，那人就不是人了啊。这社会上大家都崇尚不仁不义、无礼无智啊，不讲信用，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啊？甚至于许许多多灾难就随之而出现了。好，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现在许多的灾难啊是它自然形成的啊，没有这回事啊。按照我们中国古人的这种观念啊，这个自然的变化是人心所相感的呀。当举世之人都不崇尚道义，都是追求利益，利欲当家做主，结果所行的、所说的、所想的，全都是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最后会产生什么后果呀？你看佛法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种种不善的念头，最终一定会感召灾难。那么如何拯救呢？就是要从我们的心开始做起啊，不从心开始做起，真的来不及了啊！我们要赶紧把这个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把它恢复起来。你看中国老祖宗留给我们多么宝贵的智慧的财产啊！我们作为儿孙而不努力的去继承，不去发扬光大，我们怎么能对得起自己的祖先呢？所以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关心一个问题，你看现在社会这么多的动乱，这么多的灾变，到底怎么解决，怎么应对呢？其实这个解决之道都在儒释道圣贤的经典当中，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不能够怀疑，要相信它。所以师父上人也特别强调啊，其实这都是佛在经典中的教诲啊，我们要化解这些灾难，要拯救整个社会，要从哪里做起呢？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而不能够去要求别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啊；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从自己做起，如果是要求别人，这肯定是没有结果的，达不到目的的。那么究竟要从哪里做起呢？师父上人也特别强调啊，要从五伦，从五伦做起。那么当然呢，我们说到这个五伦呢，在儒家的范围当中，这个五伦是一家人啊，从一家人开始啊，父子有亲啊，开始啊，一直到君臣有义啊，到社会上朋友有信，这样的一个次序，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在佛法当中啊，当然佛法的这个心量特别的大，所以佛法的五伦这个概念就更加深广。它是谈到什么呢？是谈到变法界、虚空界的一切人事物跟我是一体的，
啊，都是一个自性所变现出来的。啊，我们三字经学到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自性的性德当中都是本性啊，本性本善，纯净纯善的。这个环境的熏陶啊，后天不善的习染呢啊，才使得他的习气现前。所以教育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恢复自己本性本善，那我们能够做到凡是人皆须爱啊，就是像佛法当中说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人事物都是一体的，所以当然我们要爱这宇宙当中的一切万事万物。因此佛法这种慈悲是特别圆满，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词，一个说法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无缘呢，就是一种没有条件的爱，而这个在儒家教学当中的五伦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父子有亲。我们看到父母啊，对于子女那个爱确实是没有条件的，是发自于天性，出自于真心的。就像刚刚出生的这些孩子，还有呢这些年龄很小的这些孩子啊，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就看到他们对父母的爱，对祖父母的爱啊。比如孝敬学校的小朋友，他每天在家里有一个重要的作业哦，要给爸爸妈妈洗脚，给爷爷奶奶捶背，都要做一些孝亲尊师的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家里孩子多啊，一起来给爷爷奶奶捶背啊，有的是按脚，有的是捶背。啊，你看这个时候啊，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那种一体不二的亲爱啊，就能够呈现出来。那么我们看到像这些小婴儿三四个月的时候，他看父母的那个眼神和父母看他的这个眼神，从他的表情他的动作啊，都能看出来啊，他对父母的那种爱啊，特别真诚。所以我们要通过很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乃至于社会教育呢，把一个孩子他本性本善当中的这种啊父子有亲啊，还有啊他这种纯净纯善的心呢，希望他一生都能够保持不变。这个就是教育的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们有听到吴宏清教授啊曾经在甘肃办了一个实验班，是叫伏羲实验班，办得非常成功。那么后来呢，这个吴宏清教授也曾经来过香港跟师父上人见面啊，我们也是聆听他的一些办学的理念啊，确实啊是办得非常之好。那么这个跟师父上人大力倡导的一条龙学校的理念思想呢是非常一致的哈。就像现在我们看到宏明实验学校啊，它是从幼稚园一直办到高中啊，这个孩子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啊都是熏染的圣贤教育的这些内容。那么确实是把一个孩子他的这种纯净纯善的天性啊能够一直保持啊，甚至有的学生他在宏明毕业之后又考上好的大学，结果学校毕业之后啊他还回到宏明继续来担任老师。那么确实是要通过这种这个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的这种方法啊，就是老师呢把孩子从小一路带到大，这样子教出来的孩子确实能够成圣成贤。那么师父上人也强调，只有圣贤能够救世界，只有圣贤能够救国家和民族啊。我们看到在古时候很多读书人都是三家村里的穷秀才啊，一辈子也没做官啊，也没有升大官发大财，他就是默默的在这个地区进行教化啊。但是呢他对于社会风气的这种醇厚，对于改善社会风气啊，改变人心
它的教化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人是教出来了来的，圣贤啊也是教出来的。我们三字经当中说人之初性本善，好，其实人人本性本善都是圣贤。那么关键呢在于他后天的环境以及他是否接受到好的教育，把他这种纯真的秉性啊能够一直保持下去。而师父上人也强调呢，学习最重要的是扎根。好，我们看到最近师父上人也特别开示这个扎根教育的重要性，特别谈到这个圣学根之根呢。师父上人希望呢大家都认真学习，每天早上恭恭敬敬的拜父母拜老师，拜着圣学根之根的经典，那每天认真的把它读一遍，认真的在生活当中去落实，这个是扎根的教育。而其实呢一个孩子的扎根教育是从胎教的时候就开始的。你看当母亲在怀这个胎儿的时候啊，其实她的起心动念跟言语造作对胎儿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当母亲她的思想非常纯正，没有邪思邪念，没有不善的言语和不善的行为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他的秉性啊就非常的醇厚善良。那么包括孩子出生之后，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是也是体会到希望有更多圣贤的母亲出来培养这些圣贤的孩子。如果每个母亲都有像孟子，都有像周朝的三太这样的一种德行，能够注重孩子的教育，能够给他孩子选择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的环境的话，那么这个对于孩子一生学圣贤人走圣贤路都会带来 很正面的一种影响。所以我们之前学到的这个弟子规也是如此啊。其实弟子规啊不要觉得说他是教小朋友的啊，其实父母跟老师在这个问题上呢都要达成一个共识，就说像弟子规这些同盟养正的经典啊，都是父母老师把他在生活当中做到表演给孩子看。那么特别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啊，你看孩子从小看到母亲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按照弟子规的要求和规范来落实，那么他从小看到大，不要说太大了，就从小看到三岁啊，从一岁看到三岁，啊，他真的这一辈子给他扎下的根呐，就非常的深厚。古人说三岁看八十，七岁看终身，啊，你看他三岁你就给他扎这么好的根，这一生他都不会产生改变，这个力量非常的强大。所以我们说母亲呢，她在一个家庭当中她所担任的这个角色以及她所肩负的职责是非常深重的。孩子是不是教得好，这个功劳都是归结于母亲最初的胎教和她同盟养正的教育。如果母亲能够明了这个圣学根之根，包括弟子规三字经当中的道理，母亲是圣贤人，他教出来的孩子自然是圣贤的孩子，这是给他扎下圣人的根。那么之后呢才是老师的这种学校的教育，所以亲师要充分的配合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到老师教导孩子，那么当然呢也是用这个孝亲尊师这样的一个观念来引导他。换句话说，在他同盟养正的阶段啊，什么是排在第一位的呢？就是这种德行的教育，也就是孝亲尊师的这种教育呢是排在第一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师父上人常常在开示当中所谈到的，这世出世间所有的一切善法，它的根呢，其实都是从孝当中所生发出来的，从孝亲尊师所生发出来。
也就是敬业三福的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所以说我们说孝亲尊师确实是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呢、有了这个根才能够生出一切的善法啊，一切的善言善德善行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那么包括这个师道也是如此啊，不但是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也是非常重要，这个是儒释道的圣贤人都非常重视这一点。而这个师道它其实是建立在孝道的一个基础之上。你看不孝父母的人呢、这儒释道圣贤的经典它是没有办法真正契入的。就是孔老夫子释迦牟尼佛亲自来教他都学不好。为什么？他没有根。那我们看这个孝这个字啊，看到这个字呢就和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三字经的经文非常的相应。你看这三字经说高曾祖父而生，生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其实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呢，把它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孝字。我们中国的字它是一种智慧的符号，通过这个符号呢，它是传递的一种智慧的内涵。就以这个孝字来说，它上面是一个老，一个老字，下面是一个子字，这说明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的。从高祖、曾祖、祖父一直到玄孙、曾孙，你看这九族啊，九族它确实是一体的，你看它是同源共祖的一个关系。那么上面是老，说明这是代表的是上一代，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啊。而这个子代表下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那么用佛法的话来说，就是横遍十方，数穷三际。所以无始无终，它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体的关系。这就是孝这个字它一个深厚的内涵。就我们今天学到啊，从高祖一直到这个玄孙啊，曾孙玄孙，而这个只是九族的范围啊。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啊，高祖之前还有高祖，那么玄孙啊，曾孙玄孙后面还有啊，世世代代无穷尽的。所以这个孝字它就圆满的包含了从上到下的这种一体不二的关系。中国人的这个汉字里面啊，它是蕴含着 无量无边的智慧的。这个字它本身就提醒我们这个孝道的重要性，孝亲的重要性。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所以父母祖父母跟我们之间啊，祖先跟我们之间都是一体不二的一种关系。那么我们爱自己，爱自己的父母，也爱别人的父母，把它推而广之，就是凡是人皆须爱。此外中国人非常重视荣宗耀祖啊。过去有这个大家庭的时代啊，一个人他一生当中的奋斗目标都是为了这个家，就是为了要荣宗耀祖，光耀门楣。这样的一个家庭观念非常非常的深厚，它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而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中国这个中华民族本身啊，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在的凝聚力，其实就是这个孝道和家道所带来的。那么中国人在这个方面确实根深蒂固啊，这个根扎得非常深厚。所以呢，这成为了一个国家民族一种内在的一种凝聚力。那么我们今天学到这个九族啊，我们在这里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啊，这个是发生在明朝的时期。那我们有听过九族啊，那大家有没有听过十族呢？这个十族啊，
这样的一个说法、跟明朝时期的一位大臣叫做方孝孺有关系。历史当中也有看到记载，他确实啊是给人的启示是很深厚的啊。那么当然其实这个故事本身呢跟我们后续要学到的这个因果的经典比较相关啊，但是因为呢刚好这里牵涉到了一个九族啊十族的这种概念啊，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在明朝的时期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臣叫做方孝孺，之前我们学过那个宋濂呢、宋濂宋东阳马生序，你看宋濂他就是明朝时期一个非常有名的学问家、也是一位官员、他的学问非常之好。而方孝孺呢就是宋濂的学生，而且是他的得意门生、在那个时代啊，他的文章、他的学识、都是非常优秀的、甚至于呢在宫廷当中呢他也这个担任老师，比如说在这个朱元璋去世之后啊，他方孝孺当时就是担任的翰林侍讲，后来又升到了侍讲学士文学博士啊。那么当时他的这个文章和学问特别的出名，可是在他们家啊，就有一个非常感叹的一个因果的故事啊，就是方孝孺曾经保护过明太祖朱洪武开创天下，那么太祖死了之后他也协助过明惠帝、是当时的一个忠臣、但是呢在方孝孺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当时他的父亲要安葬、他的祖先的时候呢曾经选择了一块风水宝地，那么这个风水宝地啊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当时他的父亲是想要在这块地里啊去造一个坟墓，能够把他们啊方氏家族的祖先啊可以埋葬在这里。可是那一天晚上呢，方孝孺的父亲呢就做了一个梦，有一位穿红衣服的老人就向他礼拜并且哀求他啊，他说你选择这个风水宝地呢，我们这个家族啊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很久，所以能不能请求你啊给我们宽延三天的时间，我带着我的子孙呢搬到别的地方去居住，你再来造这个坟墓，那我一定呢会报答你的恩德。就在梦中啊就跟方孝孺的父亲呢非常恭敬地说了三次啊，千叮咛万嘱咐，希望他三天之后才动土，然后就礼拜而去啊。可是偏偏呢方孝孺的父亲虽然做这个梦非常的清晰，可是啊他觉得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啊，他根本不相信这个梦境，以为呢梦里的事可能都是虚无缥缈的。那么而且古人呢在这个造坟的时候啊，其实他都是要选择黄道吉日啊，选好了日子要开工的，而当这个日子选好了之后再延三天，他就觉得不太合理，就会影响耽误到了他们家祖坟的这种建造，所以当时呢他就让工人啊开始开工，没有听这个红衣老人的哀求。等到挖到地下的时候，就发现一个蛇穴，在这个蛇穴当中呢就有好几百条的红蛇在里面。那么方孝孺的父亲啊，我们想他也是不相信因果，所以当时呢就又拿火呀把这800条的蛇全部都烧死了。就那天晚上呢他就梦到了这个红衣老人充满怨恨呢哭哭啼啼的来找他，他说呢我这样来哀求你啊，你竟然把我的子孙800人全部都是用火烧死，
那么既然你要灭我的族啊，我也要灭你的家族。那我们知道蛇的嗔恨心其实是比较重的，而且他也是事先有通知他的，通知这个起坟的人呢，就只是要求他宽限3天的期限啊，但他也不通融，所以啊，这就结下了很深的怨恨。那么后来呢，这个烧蛇的人呐，把祖坟建好了之后啊，他就生了方孝孺。结果方孝孺出生的时候呢，他的舌头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啊，舌头尖尖的，就像那个蛇的形状一样啊，就像蛇形一样。那么后来他长大成人，这个官做到翰林学士啊，学问非常好啊，也是一个忠臣孝子啊，德行也不错。那么后来明太祖朱元璋去世之后啊，那个时候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北方的燕王朱棣，他野心很大，一心呢就想要夺取这个皇帝的位置。而当时呢是明惠帝在位的时候，明惠帝啊就是燕王的侄儿，是朱棣的侄儿。于是呢，当时燕王他就率的这个军队啊，南下要攻打南京。那么，因为他的这个势力很大啊，军队很强哈，当然呢，当时这个惠帝啊就不是他的对手啊，而且满朝的这个文武百官全部都投降了，只有方孝孺啊说什么都不肯投降。方孝孺在当时那个时代文武百官里面，他文章是写的最好的啊，学问啊，文章都特别好。于是呢，这个燕王朱棣啊，他就让命令方孝孺要写榜文来昭告天下。因为燕王实际上呢，朱棣呀，他是夺取他的侄子的王位。但是呢，他想要掩人耳目，所以就命令方孝孺要写诏书来说呢，燕王啊是为了保护明朝的江山才攻打南京的。但是当时方孝孺他非常强硬啊，他知道呢这个歪曲了历史的真相，所以他就不肯按照燕王朱棣的旨意来写这个诏书。而是写了四个字，啊，叫做"燕贼篡位"。那么这个话是哈，很难听啊，骂人的话。当时燕王哪里肯饶他呀？这四个字就把燕王给惹怒了，啊，于是呢，他就大发雷霆，就质问方孝孺，哈，说你不怕我灭你的九族吗？结果方孝孺就回答说："啊，别说灭九族，你就灭我10族，我都不怕。"啊，这燕王朱棣听了非常非常生气，他说："好，那我就灭你10族。"但一想，这中国只有9族啊，这哪来的10族啊？啊，想来想去怎么办呢？他还有老师也算上一族，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后来这方氏家族真的就是9族啊。全部10族全部都受到株连啊，连老师都不放过啊。最后这800人就全部啊被朝廷给处死了。他这个家族死的800人，与方孝孺的父亲当年在起坟的时候所烧死的800条蛇数字是相同的。啊，这个确实非常惊心动魄啊！你看这个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在这个真实的公案当中得到了证明。好，这一段呢也是啊，雪宫老人呢，好，曾经讲过一个专题叫"因果可转变"啊，当时呢就是讲述了这个公案。那么当然呢，日后我们在学《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好，对这个因果的道理和事实真相呢，我们可以更深入的来学习啊。那么关于九族
好，这句经文呢，我们就学到这里。好，大家接着看下面的这段经文。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那么从这句经文往下呢，所讲的也是五伦的关系，在五伦关系彼此之间都有一个相互对待的原则。好，父子恩，这是说父慈子孝，父亲非常慈祥慈爱，而作为子女呢又很孝顺。夫妇从，夫妻之间呢，这是彼此要互相尊重，也要互相的来体谅。而兄则友，弟则恭呢，这是兄弟姐妹之间，做哥哥做姐姐的要爱护弟弟妹妹，那么弟弟妹妹也要恭敬自己的哥哥姐姐。所以这是五伦关系当中的父子有亲，父子夫妇和兄弟，这是天伦的关系啊。父子和兄弟这是天伦啊，夫妇呢则是半天伦。说到教育的重要性，你看受教育啊，首先要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懂得伦常，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伦常啊，不但会影响到一个家庭，那么甚至于它对于一个国家啊，也都会产生影响。好，之前我们学过《左传》当中的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你看，为什么这个国家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变故啊？其实这个都从一个伦常的关系发生冲突所产生的。所谓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最后导致什么呀？当他在朝廷里面就变成君不君，臣不臣。一个国家动乱产生，其实是跟家庭伦理的缺失是有关系的。说伦理道德的教育，它是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是第一句经文啊，我们这个要连着看啊，这几句。下一句是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长幼序，这长幼之间呢，要有一个伦常的秩序。友与朋，这是朋友之间相处，要用诚实互信，真心的来交往。那么君则敬，臣则忠，这是指的领导者跟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那么领导者他对部属要能够尊重，能够爱护，而作为部属呢，则 应当要尽忠职守，认真完成自己的使命跟责任，以回报长官，回报领导。这是在君臣关系当中，大家呢都各自要尽到各自的一个本分，这是君臣。下面说啊，此时亦人所同，当顺序，勿违背。也就是说，从父子恩到臣则忠，这十条人伦的义理，是我们身为人，每个人都要遵守，都要奉行的。在这个五伦十义的关系当中，
我们要了解彼此的一个亲疏远近，要注意先后的次序，当顺序勿违背，就是不能够违逆、悖逆和违反。那么这个是有三段的经文，我们合在一起来分享。那么之前我们 学完了九族，九族当中我们就应该要具备十义。这个十义包括哪些内容呢？就是这里经文所讲的，从父子恩，夫妇从，一直到君则敬，臣则忠。那么父子恩就是父慈子孝，夫妇从则是夫义妇听，兄则友，弟则恭，这是兄友弟恭，长幼序，这是长幼有序，友与朋，是朋友有信，君则敬，臣则忠，这是君人臣忠。所以刚刚所说的就是属于五伦十义啊。那么五伦，这五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有它各自的本分和它各自所应当履行的职责与道义，而每个人都能够安于他自己的本分，这就和十义是相合的。在荀子当中就有记载了一段话，那么这一段话呢是孔老夫子所说的，君子有三术。哪三术呢？第一呢是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术也。好，这是有君，这个君就是领导者，有这个君王，有领导者在上，那我们不能够以忠敬来视之。就是说当我们在臣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君就不能够尽到我们的义务，而这个时候呢你却要求下属要对我尽忠，这个是不合于道理的。有亲不能报，有子而求其孝，非术也。就像一个家庭里面比如说作为父母来讲，他本身呢不知道孝敬自己的父母亲，就不能在家庭里面落实孝道，而只是要求子女要孝敬于我，这个也是不合于道理的。再来，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听令，非术也。你看这个我自己本身在家庭里边就有我的哥哥姐姐，有兄长，但是我对他们呢不能够用恭敬心来对待他，却要求我的弟弟妹妹要恭敬我，哪有这个道理啊，这都是不合于道的。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中国人也特别强调要义子而教啊？那么往往呢父母和老师之间呢在这个教育的方面呢就要起着一个互补的作用。比如说像父母本身他其实也不好跟孩子讲说你一定要孝顺我呀，这个话也很难这样说哈。所以这些教孝的教敬的部分呢其实是老师把孩子教好，
啊，那么当然父母从在孩子小时候是一个身教了，如果父母本身对祖父母啊，对长辈都很孝敬，好，这样的一种这个家风呢，会影响到孩子。但教孝的部分呢，还是老师来教比较自然。那么父母呢，要教儿女要恭敬老师，因为老师也不好意思说我是你的老师，你要对我恭敬啊，要有礼貌啊，要尊敬我呀，这个话也不好讲啊。所以这个对于老师的恭敬呢，其实这是父母应当呢要承担的一个责任啊，教育的责任啊，带着孩子一起对老师恭恭敬敬的这种态度，他对孩子会产生影响。古时候啊，这个父母特别在儿女长大之后呢，他也不会轻易的去劝导，而是把子女交给别人来教，那这就是易子而教啊。那么当然呢，在五伦当中都是如此哈，无论是父子之间，还是夫妇之间啊，兄弟啊，君臣啊，朋友也好哈，就是彼此之间呢，我们说这个五伦十义啊，是要求自己啊，而不是去要求对方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尽好自己的本职，尽好自己的本分，把五伦十义做出来，而不能够苛刻的要求对方啊。那么音乐生老师在这里就举君臣为例，我们看古时候的君臣，大家如果日后有机会啊，能够学到这个群书治要，才知道啊，这个君臣之间履行各自的道义啊，这是非常不简单的啊，里面充满了智慧。这个确实是君人臣宗啊，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朝代啊，君臣之间这些非常精彩的故事啊，唐太宗和魏征之间，还有唐玄宗早期开元之治的时候，他和臣子之间，那么都是啊，确实各自呢都尽好自己的本分，尽好自己的这种道义跟责任啊。所以君臣这种关系，现代人那可能是有时候也是媒体的一些宣扬啊，或者是大家都有一种偏见啊，觉得说哎呀，古时候的皇帝你看这是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你看古时候皇帝高高在上啊，这天下的臣民只有听从的道理，这皇帝应该是说一不二的啊，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要是看这个唐朝时期的政治啊，君臣之间这个关系啊，特别是当一个君王身边有一个敢说话又正直的这个谏臣啊，有一个忠臣在身边，这个皇帝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哈。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这大臣们都看着。其实作为一国之君，也是，特别是作为明君，他真的想要把这个国家管理好，把百姓带理好啊，带领好，他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小心谨慎啊，他是天下人的榜样跟典范。而且呢，要带领着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啊，去啊把这个国家能够真正的带向正轨啊，这个责任是非常深重的。所以我们要是有机会学到哈，日后有机会学到这个群书治要，那么对于这一点呢，大家就会有非常深的体会，特别是关于君臣之间的关系啊，就是这个作为君，他应该如何为君，而作为大臣，他又应该要如何来守住大臣的职责，这个都是很有学问的啊。那么在《礼记》的《中庸》当中啊，
也有讲到治理天下国家有九项准则。那么其中呢，就有谈到啊，为人君，他要敬大臣，体群臣。一个国家要治理好，不是君王单方面的这个所起的作用。我们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呢，跟他相对应的这些大臣和君王共同努力才能管理好国家。所以君王对臣子要真正尊重他，体恤他，关怀他，那么让大臣自然对于君主能够尽忠。这是说到君臣。那么朋友之间啊，也是如此。所谓朋友有信，那么这个信呢，是信用的意思。对于朋友一定要讲信用。那么首先我们自己要做到，而不是说用这一条来要求他人必须对自己信守承诺。所谓君子耻不信，不耻不见信。真正的君子啊，他是怎么样的呢？他是以自己不讲信用为可耻，而不是要求别人。别人不信任我，失信于我，这个不能算作是耻辱啊。所以不耻不见信啊，这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所以音乐生老师在这里也特别强调啊，五伦之间呢，要重视一个恕啊，宽恕的恕。它藏着一个数字，也就是说做父母的尽到父母的职责，这个父慈，那么他不要求子一定要孝，而做子女的也是只管尽着自己的孝心，而不是要求父母一定要能够慈爱这一点我们从大顺的故事里面就能够体会到真的是所谓父可以不父，子不能不子你看他在这个家庭的变故当中，这家人几乎都要置他于死地，但是他对于父亲的母亲的这种诚孝之心呢，没有丝毫的改变哪怕他后来做了君王之后对自己的父母还是毕恭毕敬的。这都是行难行能行的这种孝道就像弟子规当中说的，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我们看闵子骞他也是都是在家庭遇到这种违逆人伦的这种孝子的他的这种真诚，他的纯善纯净纯孝的心，真的是感人肺腑你看那个闵子骞那么小的年纪他说出这句话母在一子丹，母去三子寒，他都是体恤父亲，体恤他的弟弟兄弟姐妹，而从来呢没有为自己想，这种特别无私的高尚的人格都是在这些孝子的孝行当中体现出来那么包括君主和臣子的关系也是如此音乐生老师在这里也特别谈到，你看做一个领导只管自己是否尽心尽力的体谅和尊重下属，至于下属是否对我忠诚，这个君作为君作为领导不用去要求他。我们如果真的是能够爱护下属，关心下属，把他看成自己的手足，那么下属一定会把领导看作心腹，这付出一定有收获的我们说只管耕耘不问收获那当然了，音乐生老师在这里讲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我们不要担心有没有收获，有时候往往这收获的比付出的还要多。所以中国文化其实非常重视内求，就是自己去找自己的原因。这个五伦十义的关系也是如此，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尽到本分，这个是一个内求的功夫。但是呢，不要求别人有没有尽到。老师在这里谈到，人不敬我，是我无才；我不敬人，是我无德。所以这些恭敬心呢，都是从我们自己本身来做起，而不是去要求别人。在家庭的伦常关系当中，其实呢，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什么事情都是反求诸己，而不是从别人的角度上去指责人，去要求人，这样子才可能真正做到和睦相处。如果说形成一种习惯，一看到别人错了就在那指责他、埋怨他、要求他，那么这种争端是没完没了的了。所以说家族之间，特别是这个五伦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不能够太计较。什么事情呢？就是求诸己而不求诸人。那么下面这个此时亦人所同，章太炎先生在下面加了一句啊，就是当顺序勿违背。这就是教导我们对于五伦十义呢，要好好的来继承和遵守，勿违背啊，就是不可违背。那么从这里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这个五伦的关系确实呢是非常重要的。从父子到夫妇，到君臣，到长幼和朋友，那么他们呢有各自需要履行的职责跟义务。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伦常道德的一个基础。所以有了九族啊，这就产生了一种五伦的关系。就像你看啊，这个男女结婚之后啊，成了夫妇，那么生的孩子就有父子和兄弟的关系。你出到外面做事情，这就有长官和部属之间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像我们佛门的祖师印光大师特别强调啊，这个敦伦尽分，贤协存诚，这个伦啊，就是指的伦理，就是指的五伦的关系。敦伦尽分，这个分就是实义。五伦关系当中，人与人之间有各自的义务和职责，那么彼此之间也有互相对待的道理，有他们各自应尽的一个义务，这就形成了这个五伦十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中华民族从古到今就是一个非常重视五伦的一个民族。在中国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呢，虽然也有少数民族统治中华的这种情况出现，甚至于也有异族的入侵，但是啊，我们中华民族从这个三皇五帝一直维系到现在啊，都没有消灭，其实就是靠着这种力量在维系的。在这个二战的时候，欧洲有一些汉学家，他们就对于这个话题特别的感兴趣啊。为什么在这世界上这四大古文明的国家，我们看有许多国家的这个文明啊，许多古文明啊，都已经衰微了，都已经消灭了，而只有中国的文明始终的
保持到现在。这是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啊，唯一的到现在它还是生生不息的民族一个文化，他们对于这个话题就很感兴趣。究竟是什么原因能够使得中华民族能够维系到现在啊，文化道统都不灭啊？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呀？得出的结论是，大概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缘故。所以中国人5000年的历史延续至今没有被消灭，就是靠着这种五伦十义的一种力量把它维系起来的。所以五伦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它所衍生的这十种人人该尽的本分跟职责跟义务呢，这是一个孩子在中国的社会出生成长的，他自然就了解这个五伦十义，父母亲啊老师都会教导他，他就很清楚明了自己的本分跟义务是什么。所以这是人人都应该做到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例外的呀。你说人无伦外之人呢？人毕竟是一个社会动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时候，有谁能够离开这个五伦十义的范畴呢？他都在这个关系当中。比如说父子恩，像父子之间这种感情它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的，这种亲情是切不断的。你看即使是像我们说有的人他在学习儒释道圣贤教育的过程，他这个接触到佛教的经典，那么甚至于出家修行，那么这种父子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延续的。佛门里面讲说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就是即使是出家了，即使是成佛了，他还要报生生世世的父母的恩德啊。所以这种父子之间的这种父子有亲啊，父慈子孝，这个是天然的自然的一种关系啊。那么这个是天伦。那么要做到父慈子孝，好像父母慈爱儿女，其实作为父亲作为母亲啊，好，包括作为老师啊，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具有这种天地君亲心啊，君亲师的这种职责。那么父亲父母慈爱儿女，他做到这个慈，那么子女呢就乐于亲近他，不至于疏远他。因为这种慈爱呢是出自于天性的，那么因为这种爱而对子女啊更加尽心尽力的管教他，能够让他成才。所以父母对于孩子来说，其实除了亲，他还有一个师的责任啊，要教导他，要管教他，当然他也有君的责任，要领导他，把孩子带领向一个正确的方向。而父慈子孝啊，你看子女对父母要尽孝，因为父母生我养我，这种生育跟养育之恩呢是非常深厚的。所以作为子女呢，要用孝行来回报自己的父母，那么决定啊不能够忤逆啊，或者是犯上。那么不孝不敬啊，这个我们日后特别讲到这个因果的经典的时候啊，大家可能这个对这个概念就会更加的明确啊。其实在天地之间啊，不孝父母不敬老师，这个罪过是非常深重的。我们在人世间啊，比如说像古时候啊，有一些啊政府的法令规章制度是跟啊这个孝道有关。就是说子女不孝父母
这要受到啊这个国家政府法令的制裁。而在天地之间呢，还有一种因果的关系，就是如果我们忤逆犯上的话，这个罪过是非常的深重，就结罪是结得非常重。所以日后我们学感应篇啊，就能够看到你孝顺父母会有什么果报，不孝父母会有什么果报。要看了这个事实真相，那就更是触目惊心了，这一辈子真的是不敢去做任何一点忤逆犯上的行为啊。即使以前做了，也要彻底改过自新，绝对不能够再违犯。那么夫妇重，其实五伦十义当中有三个是属于天伦，父子是天伦，那么兄弟是天伦，夫妇是半天伦，就是结婚的时候呢还不算是天伦，有了孩子之后啊，这夫妇关系就是属于天伦。那么夫妇呢，所谓夫义妇听，夫唱妇随，这个是夫妇相处的一个原则。那么夫者福也，作为丈夫他要提携妻子，要尽到这个保护和照顾的责任。所以我们这个之前有跟大家讲到这个三从四德。那么三从其实在近代有很多人对于这个概念啊有产生了一种歪曲的一种理解。那么我们后来有听到聂振涛教授还有殷元生老师针对这个问题也有特别提到这个三从啊，我们要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还没有出嫁之前在家里的时候做女儿啊，她是从父这个时候呢是父亲来负责教导他，负责养育他，这是父亲的职责当然在教育方面呢，这个母亲也是起着更为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等他出嫁之后要从夫这个时候呢是他的丈夫来负责照顾他。因为我们说男女有别，这个别是别在他的职责的不同，而作为丈夫他主要是负责家庭的经济生活，而作为这个太太作为妻子呢，他是负责这个照顾好自己的儿女，把他教导好同时包括祭祀祖先辅佐丈夫这个都是他的职责。所以出嫁从之后呢，从夫就是他的生活就由丈夫来负责照顾，父都由丈夫来引领他。那么夫死丈夫过世了，或者是说这个女子她本身年纪大了，这个时候呢则是由儿子，由自己的儿女来负责奉养母亲由儿女呢来尽这个孝道。所以我们对于三从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这个父字我们看这个从字面上来看就是一个女子手上拿着一个扫把，女子到了一个家庭之后呢要勤于家务，把整个家庭要料理好，把它料理得井井有条，让自己的先生家人都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女子有这个妇德有四德，包括德言容恭妇德妇言妇容妇恭。那么这个呢我们要是看过这个班昭的女诫，对于这个妇德妇言妇容妇恭就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当然在清朝时代陈洪谋先生的教女仪规里面特别是对于女子的这个德行呢，那么他有搜集了比较完备的资料我们说女子她是天下太平的根本如果女子她从小就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那么将来呢她在一个家庭里面她相夫教子一定呢能够培养出贤良的子弟。
这个其实是对于社会国家做出一个最大的贡献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好，这个古时候好像对女人很那个，很歧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圣人的教诲啊，特别重视对于女子的德行的培养，妇人女子的德行，啊，它对于一个家庭、对一个社会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曾经见到一个年轻人，他也曾经跟我们分享啊，当时我们是在英国汉学院的时候遇到的这个年轻人，他说呢，他非常向往古时候啊，这个大家庭当中有很多这个贤良的女子，就是说用她的智慧、用她的经验、她的德能啊，撑起了一个大家庭。那么其实这个观念在国外啊也是很盛行的哈，因为到一个家，它能够兴盛啊，那这个家一定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母亲或一个很了不起的祖母啊，就是他们用自己的德行的啊，带领着这个家庭呢走向一个正道。所以女子她的智慧、她的福报、她的心量、见识、格局，她对于这个整个家庭上上下下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就是最近英国女王有在做一个这个电视讲话，当时有跟大家分享过英国女王的母亲。啊，你看她就是一个非常贤良的女子哦，在家里相夫教子，把两个女儿教得很好啊。后来她的丈夫称的国王啊，后来她的女儿也成了女王。好像这样的一个母亲，她就有一些常人所不能够做到的一种非常坚毅的品格。那这个品格不仅是影响了她的家庭，最后呢，也对国家产生了影响。那么在当时是二战的时期啊，那么在这个英国伦敦经常受到这个德国军队的轰炸。战火纷飞啊，确实很危险啊。但是呢，当时这个英女王的母亲呢，她就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祖国，就和自己的祖国的老百姓同甘共苦啊。所以每天呢，当这个伦敦被德军轰炸完了之后，她就跟着她的丈夫啊，一起到这个轰炸过的废墟里面去看望这些老百姓，看望这些受伤的士兵，啊，所以他的这种坚毅啊，就鼓舞了整个英国人的士气。后来连德国军队的这个军方也特别谈到说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我最害怕的人哈，一个是丘吉尔啊，就是当时英国首相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英女王的母亲。这是她在欧洲最惧怕的一个女人，所以你看，一个女子如果她具有德行的时候啊，她不仅把这个家能够让她兴旺起来啊，甚至于她的这种勇敢和坚强啊，都能够鼓舞一个国家人民的斗志啊。那我们看这个女子的德行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近代，印光大师，这是佛门的一代祖师。非常重视女子的教育，哈，这女子要是教好了，这天下真的就太平了，哈，这个是，所以为什么说夫妇这一轮呢，在五伦的关系当中，它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啊，这是丈夫和这个太太啊，各自都把各自的职责义务尽好，自己的本分尽到呢，那么家里出的孩子。即使他是没有很大的才能的哈，但是至少啊，他也是一个很有德行的人啊。那么，他至少对社会国家不会造成危害啊。如果能够再更进一步哈，把这个孩子培养好啊，以后都能够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那么，关于这个五伦十义啊，我们下节课还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今天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